嗨，大家好，那今天要做的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做的 DIY。 这些 DIY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，是我从来没有试过的方法。那我们进入影片吧。首先要做的就是这个金鱼 DIY。首先你需要一个那种圣诞树上面吊的两粒球，这两粒球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像什么东西呢？猜不到也没有关系。然后你需要一个空空的 container， 哦，有肮脏东西。之后呢，我们要用蓝色的色素加一滴两滴，好了，超美的，有没有呢？然后色素弄到我整个手都是，超开心的。然后你需要刮耳胶粉，摇一摇，舔一舔，转一转，舔一舔。对不起。然后呢，把刮耳胶粉全部倒完。我开玩笑的，我的意思是倒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再搅拌，再倒一点点，再搅拌。然后呢，你倒得很累的时候，你的手就会出差错，弄到整个桌子都是。明明知道它已经凝固了，我还是要加更多的粉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。因为我当时以为加更多的粉，它会自然而然变成史莱姆。我好聪明哦。之后你需要一个非常可爱的碗。聪明的我以为不用硼砂水它就会自动成型，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倒出来，然后等它自动成型。最后呢，我就加了一点硼砂水，然后搅拌搅拌搅拌。我当时候不懂是疯了还是傻了，然后我就加很多很多的硼砂水，让它凝固到一团不是假水的东西。干，好倒霉啊。然后我要拿走在里面的粒粒，应该是太久没有睡好觉了吧，它的痘痘非常的多，我要把所有的痘痘都去掉。而最后我选择了放弃。为什么我还要放硼砂水？我是嫌这个史莱姆不够硬吗？这里呢，我就跟史莱姆好好的培养感情。我的整个手都是色素，可是你觉得我在乎吗？先把你的史莱姆放在一边，我们做别的。打开后才发现全部都印完了，然后我还尝试去按它、捏它，给它一点温暖的怀抱。之后还有一些我把粘土掺在一起的片段已经不见了，之后我就看怎么去用粘土做一条鱼。要养出一条好的鱼，主要都是要给它一点温暖，抱抱它、揉揉它、捏捏它之类的。我知道你们不想看怎么去做一条鱼，所以我已经尽量快转了 ,OK? 之后呢，用冰淇淋棍让它的鳞片突出一点，那当然要弄满下面咯。之后就要做眼睛。你看这条鱼多么的可爱。做出小小的圆点，然后用微线笔把全部涂成黑色，然后再弄到整个手都是黑色的印，桌子也是。然后把黑色粘土塞在刚刚我们用铅笔挖的那个洞。现在你有一条超可爱的金鱼了。拿出刚刚超硬的假水，然后把金鱼塞进去。之后呢，金鱼非常不配合的不进去，可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像三文治那样把它夹着。之后我发现粘土加你的假水会让到那个粘土很容易变黏黏这样子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擦一些透明的指甲油，记得不要用有颜色的，不然它会变中毒的金鱼。如果你很懒惰，你可以把指甲油倒在上面，然后再抹一抹，这个是 life hacks。 背面也要刷一刷，对。完成后呢，你可以放心的把金鱼放在他的家里面，因为他有保护层了。快把我救出去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一直翻肚子，可是我非常非常努力的要把它塞进去，到最后呢，我终于成功了。第二个 DIY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粒球，你要先把它中间给割开，割开后你这里有一个半圆，两个半圆，我的意思是，之后呢你就要把里面挖开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，然后就会有一堆屑屑要你来收拾，大概就是挖到这种程度，然后就可以去洗桌子，把另外一个泡沫球也这样子挖开，把它所有的内脏、肮脏的东西全部洗开、拿开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，放开我！现在你会有一个半圆、两个半圆。We are twins.现在你可以把你的史莱姆放进去，任何一个史莱姆都可以。放进后呢，就合埋另外一半。Yup， 你也可以给他一点温暖的怀抱。然后呢，现在快转到我们把粘土全部粘在上面了。那这个礼物是我送给你的，你看看吧。这是什么啊？人家好开心哦，谢谢。哎呦，太大了，我手好小，你帮我切吧，人家怕割到我的手指。这个是什么啊？你送我这个垃圾啊？不是，这个宝贝我真的好喜欢啊。里面的史莱姆除了可以拿来拉伸、拿来解压之外，还可以拿来丢你，呵呵。之后就是一些舒压的画面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你问我剩下的那两个东西要拿来做什么吗？拿来丢你啊。接下来这个 DIY 我们需要两个很大的 ornament， 还有 crayons， 我用的是12个颜色，有这个超可爱的狐狸，还有这个东西是5块钱的，所以你们喜欢挑出两个颜色回来，然后拆开这个死都拆不开的蜡笔纸，耶！我们终于拆开了，撕撕撕撕撕 ！Oh my god， 我好害羞。之后把蓝色的蜡笔也撕开。我不习惯上镜。然后我就示范了一个失败的 ASMR， 把蜡笔全部折成小块。妈妈，我做到了。说真的，这个东西弄到你的手很痛。之后把所有的蜡笔放在里面，然后再把两个关起来。音乐关，谢谢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开吹风机，开最大号的，可是会很热，所以我尽量还是开小号，然后把那些蜡笔全部吹吹吹吹融它。吹呀吹呀，我的脚风草。吹的时候可以戴橡胶手套，这个是经验人士告诉你的话。这个是吹了半个小时后的结果，不要怀疑。吹呀吹呀，我的小球在动。你可以过去吗？2 hours later， 里面的蜡笔呢不能拿走，不然就会像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背景不好看。哇，我好满意哦。最后一个 DIY 呢，我们需要一个碗。首先把 baking soda 倒进去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差不多把整包都打完进去了。
欢迎来到苏打粉不用钱系列。现在加入一点 lotion， 我用的是 Puteri lotion。搅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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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起来看一下。哦，还没有弄好呢。哎呦，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一个游戏。Please stop。你要放很多的 baking soda 再加 lotion， 然后呢揉一揉，就会有这种假血的状况。看看我干净的手，还有这个奇怪的姿势。记得是放可能三汤匙的 baking soda， 然后再加一点点 lotion 就可以了。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？ 这是我尝试弄雪人。除了形状不像，其他方面也蛮像雪人的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，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出去，还有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。那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可以看到更多的史莱姆影片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